相持着呢，不用怕。今天带着小五过来打疫苗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打疫苗这里了，不知道小五带我表现怎么样啊？现在我们去打疫苗了，也把白雪带上了，先带他过来观摩观摩。走，我们现在去。打广明家伙，哎呀，打广明，不用怕，白姐。啊，不要动，小五不要动。你看多少箱子都震了，不用怕。像白姐那时候，抖，在那抖。不要抖。如果不是老师，你跟我讲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咋这么帅？谁？他就这么，他头上那个。你别看大家谢谢，谁捉住吗？点捉住啊？没有。秒你？点捉啊？还捉几多手？哎，捉啊啦，打个啦。打。哎，虎背虎背。哎。哎。虎背啊。等着哦，没事，顶得住，细佬，顶得住，唔叫都唔叫嘢啊！哎呀，叫都叫都唔叫一下，好乖啊，好神啊，真系啊，我做朋友，又个酒味，唔放佢，好听话嘅，又喵龙噶啦，又职业喵龙噶，打针个喵龙噶，啱就喵入嚟啦，好，打完啦，走啦，好，走啦，进去，好，做朋友，放翻啊。打完了，小五也不是怎么害怕。现在我们回家了，小五不用怕了啊！你的表现很好啊，呵呵，跳都不跳，叫也不叫，比白雪好多了。